世德君，俗名耿君，1968年出生，系少林寺31世皈依弟子，中国武术7段，全国10家教练员，孟州市10大杰出青年，河南省优秀青年新闻人物，河南省100家优秀民营科教实业家，焦作市政协常委，济南军区特警特邀武功总教练。1983年，拜于少林寺著名武僧素法大师门下学艺，成为大师的关门弟子，后经大师引荐，祭拜少林寺当代住持素喜大师和螳螂拳一代宗师李占元老师门下学艺。1989年，经省市教委批准，创办了孟州少林武术院，并担任该院院长和总教练，成为豫北地区最大的以学文化为主、以武术为办学特色的著名民办学校。2001年，省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确定该院为河南省武术训练基地。2002年，被洛阳师范学院定为武术教学实习基地。多年来，该院已为社会培养了4000余名文武双全的优秀人才，为公安保卫部门、体育院校和特警部队输送了1000余名特种人才，有300余人在省级以上武术大赛中获奖，26人荣获全国冠军，有30余人次出访新加坡、韩国、日本、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少林武术节、全国武术演武大会、全国武术精英大赛等比赛中，德军先后6次获得少林武术冠军，在中华民间武术精粹大赛中获得象征少林武术最高荣誉的达摩杯。他多次率团出访国外，在国际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成为少林派武术的杰出代表人物。下面给大家讲解少林擒拿32手。第一式金丝缠腕。我与对方在格斗中近身，用右拳击打对方面部，对方右手向外撩抓我手腕，我左手从上向下扣抓其手背，右拳变掌向上挑掌，外翻下压，身体下蹲，重心后移，双臂向下向里回拉，控制对方手腕。下面给大家讲解少林擒拿32手。第二式截掌勾腕。我近身击打对方中盘，对方左手刁抓我手腕，我左手扣抓其手背，右拳变掌上提
挑。内旋，用掌外圆切击对方腕部，左手抓紧其手背，得使对方离开我手腕，随后擒起手臂下蹲，右掌与左手配合向下切击回拉，使对方手腕受损。下面讲解少林擒拿三十二手第三式跪地求擒。对方上步抓拍我左肩，我右手扣抓其手背，向后撤步，左手变拳向上向里屈肘，用肘部下压对方前臂，右手要抓紧对方，不得使对方右手脱离我肩膀，迅即下蹲，顺势左臂向下压制对方臂部。下面给大家讲解第四式箱子跨栏。对方从我后边抓拍我右肩膀，我左手扣抓其手背，上左脚右转身，左臂屈肘上抬，反臂下压对方前小臂，制服对方。下面给大家讲解第五式双护肩。对方上步双手拍抓我肩膀，打击我喉部，我撤脚退步，双手由外向上下压，控制对方双手不得离开，迅即下蹲，向
下压，控制对方。下面讲解第六式怀中抱月，对方近身抓我胸襟，我双手上下扣抓对方手肘，再向右拧转，双手大拇指回扣其手背，向后撤步，迅即下蹲，向下向怀里回拉，制服对方。下面我给大家讲解第七式叠肘，我与对方格斗，近身用右拳攻击对方中盘，对方左手向下扣抓我手腕，我左手下按其手背，使手背不得离开我手腕，随即近身上步，右臂曲肘向里向下叠压，下蹲来制服对方。现在给大家讲解第八式天王托塔，我与对方相遇初次握手礼，我在握手中顺势向我左方摆动，继续向下向右向上摆动，手指一定要抓紧，上步左手向上推举，右手抓紧其手，撇其手指，向下向里撇击，使对方疼痛难忍。
下面我给大家讲解第九式握手拿指。我与对方相遇，初次握手礼，我顺势用虎口抓握对方拇指，手内旋，用四指扣切其手腕，后撤步，重心下移，向我怀里下拉对方，使对方拇指疼痛难忍，束手就擒。下面我给大家讲解第十式巧拿二指。对方用左手劈击我面部，我伸手上架，然后紧身用右手挑击其肘部，左手前推，使对方左臂弯曲，随后我左转身撤左步，用左手抓握对方无名指和中指，交于我的右手，抓紧五指，并向下撇拉，同时用右大臂顶击对方大臂台，使对方手指受挫。下面我给大家讲解第十一式顺水推舟。对方用右拳劈砸我面部，我左手上架并前推，右手向下拍击对方肘关节，使对方肘关节弯曲，我近身上步，右手顺势下移于对方肘下部前推，右手向下向后拉坠，使对方身体后仰，被我
控制，还可以踢击对方。我向大家讲解第十二式霸王观阵。对方近身，用右手袭击我面部，我左手上架顺势前推，近身上步，右手变掌指其右臂外侧，伸出回带抓拉其手腕，迅即下拉右肘，同时向上顶击控制对方手臂。下面我向大家讲解第十三式拍胸拧肘。对方近身，用右手抓握我胸襟，我右手拍按其手，左手上托其肘关节处，侧身退步，双手向右拧转，向下向我右方拉带，控制对方臂部。下面我向大家讲解第十四式梅花脚手。我与对方格斗，左拳攻击对方上盘，对方双手上拨控制我左腕，托我肘部，我右手变掌自上向下磕击对方右手腕，令我左手腕解脱，右手用力向上向右推带，并抓其腕部，然后左臂内旋，左手顺势回抽抓其腕部，使对方双臂呈交叉式近身上步，
继续翻转，双手继续翻转，左手前推，使对方左臂弯曲，右臂垂直，控制对方，用力搅动，使对方疼痛难忍，达到控制对方的效果。下面向大家讲解第十五式凝腕扛肘。我与对方格斗，对方左拳攻击我上盘，我左手向上握抓，向外向下向里向上回带，使对方手心向上，我近身上步，右手与左手同时扣抓，抓握对方的臂部，凝身用肩膀上顶，使对方臂部直伸，不得弯曲，猛提升向上顶对方，使对方手臂受控。下面向大家讲解第十六式顺水翻桨。对方近身抓我胸襟，并外拧上顶，我撤左步，左手扣抓其手腕，右手上托其手臂，顺势向外猛烈凝动对方臂部受损。被我控制，下面我向大家讲解第十七式缠肘锁喉。对方近身右手锁击我咽喉，我用右手向下拍按自行解脱，左手屈肘下压其肘部，同时左脚上步近身打对方的左臂，
家住压在我腋下，左手变掌，继续向下向前向里回报对方腰部，这是左臂一定要夹紧对方，使对方不得解脱。随后右手锁其咽喉，并后推控制对方。下面将大家讲解第十八式顺手牵羊。我与对方格斗，对方用左拳打击我面部，我侧身闪过，左手叼抓其腕部，借助对方前送之力回带，并退左脚回带，右臂屈肘，然后向里向下砸击对方，牵住对方前扑倒地。下面向大家讲解第十九式抱臂端肘。我与对方格斗，对方右拳击我面部，我撤步向左转身闪过，右手向上拖抓其手腕，并向外向下向上环绕摆动，近身上步，左手自下向上向里变掌，抱住其臂部，控制其关节，左手握左臂上抬，左手下压，双手合力向下向怀里搂抱，控制对方臂部。下面我向大家讲解第二十式磨身扛肘。对方从背后偷袭我，我向前上步，双手在背后抓握起手，双手大拇指紧握起手心，迅即弯腰
向右磨身，双手随磨身外拧，使对方臂部伸直反关节。我用右肩顶击其大臂，同时向上拱起，控制对方。我向大家讲解第21式金鸡回头。对方近身上步，双手搂抱我腰部，我左手下按其后脑，右手扣抓其左腮，乘机左转，双手随身体左转，顺势左手向左，右手向右搓拉，使对方颈部受损。现在我向大家讲解第22式托臂压肩。我在行走中与对方相遇，我左手向前托抓其右臂手腕，上步近身，右手继续向下推按其肩部，左手继续向上向右抬举推动，右手下按对方倒地。下面我向大家讲解第23式凌腕压肩。我与对方格斗，对方右拳击我面部，我右转身闪过，左手向上托抓其腕，向下向后拉带，并向右推拧，右手抓其肩部向下按压，左手继续前推，达到擒拿对方的目的。
下面我向大家讲解第24式调肘叠臂。我与对方格斗，对方右拳击我上盘，我左手向外格挡并回带成交手，抓握其腕向下推按，我右臂直臂用小臂磕击对方肘关节内侧，同时向上近身上步，左手继续向前推，右臂向上向下按压，左手继续前推，把对方按倒在地。现在我向大家讲解第25式扛臂压肩。我与对方格斗，对方近身左拳摆击我面部，我近身上步，左手拍击其手臂，我右手控制对方肩下部上抬向里向下弯曲下压，达到擒拿对方的目的。封肘卸肩，对方右拳击我面部，我侧身闪过，右手抓握其腕部，左手抓其肘部，双手用力向外拧动，向右拉带，左手下按，然后左膝跪压对方背部，左手用力向上抓起，使对方反关节直臂，然后膝盖用力下跪，双手向上抽拉，使对方肩关节脱臼，达到卸肩的效果。下面讲解第27式
禅境锁喉。我与对方格斗，对方右拳击我面部，我左手向右拍击格挡，顺势向前推按其臂，再上步近身，右手向外向下向里夹其颈部，右臂向里回勾夹紧，达到控制对方的作用。下面讲解第28式铁臂封喉。我与对方格斗，对方右拳击我面部，我右手向外推出，提右步，左掌推击肩部，再需上步，右手变拳随对方右臂前滑，虚肘锁喉其颈部，同时我左臂虚肘顶住对方肺部，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下面我向大家讲解第29式童子拜佛。对方近身拍抓我头部，我后撤腿，双手合抱下压对方手臂，使其手臂不能脱离我头顶，我继续下蹲压下去，使对方手腕伤折，疼痛难忍。下面讲解第30式抱头顶腕。对方从背后拍按我头部，我上步，双手合抱，再抓来对方手臂，转头
向下压于右侧，使对方手臂随我头转而转，然后起身，双手反击对方手臂，使对方不再脱离我头部。我起身上顶，达到顶折对方掌关节停止，下面讲解第31式折膝捆腿。这个动作是我从背后偷袭对方，控制双腿的动作，我从背后抱起双腿，脚腕骨左肩前底提腿，使对方摔倒。我左手拧按其左腿，使其弯曲，然后再进行右手拧按其右腿，使双腿成梅花形，达到控制对方双腿的作用。下面讲解最后一式，第32式青龙扶手。对方被我站立，我起身，双手从对方腰腋下拿出，拧上脚双臂，然后双手合手下压其颈，达到缉拿对手双臂的目的。